你先看现在几点？ 3:10。 这个不是下午啊，这个是傍晚，什么鬼？ 这个是凌晨3:10。 OK， 凌晨3:10了。 3:10 我们要做什么？ 啊，西班。 我们要开箱的。ROG的皮垫呢？这个ROG的 Sky Edition 啊，几百大箱，有几大箱？ 看我这样大字我就下来了，我现在是规则啦，我抓下去你看不到我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个东西啊，很肥，我的脚很痛，这么窄，你懂吗？这边，今天我们就来开箱给各位看啊。我上一部拍电影底片是 MSI， 来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开箱啦。 我们都是大家里面，它这个应该是电脑吧？这一个哎呀，很重哦，哇，很重哦，这个应该是电脑本体啊，这么重啊。那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是电脑杯，每一个买电脑都会有的杯。看到没有？啥嘛都没有了，它电脑杯就这样喽。 就这样，不然你要想怎样，这样就是一根了。这个就是它电脑本体哦，废话也不要继续多说，它本体就是整个这样的。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开掉，它就可以了。哟，这个难的没？啊！看看，它这边就是这里的。 盒子很美一下，那是重点吗？这一整个呢，我先放去前面那里。我们先看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什么啊？哦，就是插接咯，就是插接咯，然后插接也是。它还有两个这样子的东西。它这个应该是啊，键盘上面可以换的东西吗？或者是啊，散热器那边？等一下说明书。 喂，这是什么来着？它可以这样的久？啊？然后还有一粒这个，怎么这一边是空的？它什么都没有放了没？喽？它里面呢就一粒这样的滑鼠，这个滑鼠是。 ROG 的 gaming 滑鼠，它整体这样子，外表是这样子，看起来是这样的。然后下面，台风。哦，这就是。 高级的 gaming laptop。它这一边哦，这一整扇全部是 LED 灯，那都是那种啊那个灯，很美，很美，真的很美，我喜欢那种。后面这个，这个，这就是机械键盘吗？
可以耶，哎，他机械键盘很棒哎，打 LL 的时候就，哇 ，Nice。